吃好饭了，我们先到甲板山来逛一下，这边就可以玩水了。小孩子在这里玩。哦，外面好热，小孩子他们好厉害，不怕热。第一天上船啊，就先四处逛逛，看看这个地方。来找房间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往那边去的位置是船尾，往那边是船头。体育中心。球场吗？哦，对，小型的足球场，还有观众席呢。嘿，我们现在就是到船尾了。嗯，这里也有可以游泳的地方。哦，一米八的。哇，这个地方我不能玩，我只能玩到一米四。你那个腰的部位是一米一的。哎，害羞不能来这个，害羞害羞。你要不自己来吧。这样吗？嗯。各位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下午好，在。今天晚上就这么结束啦，第一天。来。哎呦喂！也不知道干嘛，也没干嘛，怎么会这么累啊？手机快没电了，已经。这电视有能看吗？我不知道呀。哦。因为我没有网络。没有网络，玩不了手机。网络，谁叫你出发前不在手机里下载点视频啊？我们刚刚发现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这个之前没有的。对，巧克力。哇，这个是这么大的巧克力啊！这是那就是他们那个有人进来过了，王盖林。尊敬的贵宾，欢迎你选择地中海辉煌号游轮，祝你度过一个愉快的游轮之旅。这是他们的船员送的礼物吗？这个传送的礼物、啊，就传送的礼物，这是他的巧克力啊！打开来看一下吧。你要吃啊？不吃啊，我打开来看一下不行。送给我们的不能打开来看一下。你喉咙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手干净吗？你就直接拿。干净的。你手怎么可能干净？哦。哇，这么多！我在想这一块巧克力它得长几斤肉。这里多高的热量？哎，它做的挺细的，这些窗啊什么的，就一个模型的事情。哦，模具的事情。那给带回家，送给饼干。没有冰箱，饼干不能吃巧克力，你要害死它。啊，猫不能吃巧克力是吧？